玩死。然后改天就说啊，就为什么老是蒸一只？因为只有那一只角度比较好。因为它最大，所有的恐龙它最大，这个三角龙都还没它那么大，对不对？嗯、你们不能走吗？我们车不是停这里？没什么，不让车过。哦。哦，流汗，流汗。落血。对啊，为什么老是玩那一只，别只都不玩？啊，因为这只最容易有啊。哎，它真的是全部都抹米食指哎，整路整路哎。